Lemo Phoebe 嘅写真过晒火，但佢就拒绝送检，要本写真硬闯书展，结果书展第一日都过唔到，本书下昼就已经被人抽起咗啦。于是我就问下经理人发生咩事啦，佢就话本书系好卖到卖晒，而唔系被人抽起。或者 Phoebe 你应该同经理人夹完口供先好过嚟啦。夜晚嘅时候 ，Phoebe 就着住低胸连身裙杀入书展同班宅男影相，被问到写真被人抽起嘅事，佢就话系因为人多。其实因为今日一开始嘅时候啦，咁即系太多人去即系买我嘅写真集啦，咁可能都会引起一啲混乱，同埋可能影响到人，咁所以即係喺貿發局多翻勸之下咧，咁我都好合作嘅，咁同公司商量咗啦，咁我哋決定暫時將我哋嘅寫真集收埋嘅。咁如果真係影響到人咧，咁喺呢度就即係同各位講聲，即係唔好意思啦。咁而家係收埋個定義係究竟係去呢個人審處度審啊，定還是係包咩啊？包膠袋啊？其實完全冇提及過呢樣嘢，因為即係好似係。即係佢哋提及嘅就係即係影響到，因為太多人啦，實在係咁，所以其他嘢就冇提及。即係影響到人，但係冇講到係咪因為本書個尺度太勁？係唔關事嘅，因為佢係話太多人去買，咁令到係附近可能太多人，影響到可能隔離嘅檔攤，影響到隔離嗰啲人咁樣咯。咁有冇話通收通知話幾時會拎翻出嚟啊？暫時未有喎，都唔知道喎，係咯，咁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其他公司嘅寫真集先咯，係咯，因為其實我見其他公司嗰啲寫真集都真係好激嘅喎，我見成個報攤嗰啲咧，全部都係全裸啊，全部都係真係超激嘅，係咯，咁全部都好好睇嘅，咁大家都可以支持住其他公司嘅寫真集先。唔紧要嘅，有咁多人系咁多人想买你本书，相信唔喺书展度卖，出边嘅销情都已经好好啊。